大家看看你怎么自拍，就这样放回点秀下你怎么打正手。如果你跟另一个平凡人被困在荒岛，你希望他是谁？为什么希望他是谁呀？是男的女的呀？都行都行你了希望他还是个中国人吧，跟外国人不好沟通，现在不好回答，他没想过是谁。许昕吧，许昕吧。为什么？季科吧，季科吧，季科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藏獒，他有劲儿，他困兽的时候还是比较厉害的。内心最大的恐惧是什么？一个人待着吧，算吗？算。一个人待着。喜欢自己开车还是别人开车？喜欢自己开车。哇，这有点难度。是一遍还是两遍？两遍。比较喜欢打单打还是双打？单打吧。对乒乓最早的记忆是什么？应该是1995年第43届世乒赛，正好20年。在国内打的那一场比赛？哪一场比赛让你留下最好的记忆？应该是2013年全会决赛那场。要不要上网百度过自己？百度过自己。决赛是哪个情况？肯定10-9落后更难处理。你会的最难的绕口溜是什么？44 10 10 10。14 10 14 40 40，这也算难吗？还挺难的。如果10-0领先，你会让对手让分吗？应该会让。给你。